哇，还香香蓬蓬的。哎呀，难饮难饮。我们现在从会里边回老家，然后在路边上又看到了好多卖菌子的，就是呢想就准备买多一点回去给家里面人吃，因为老爸老妈还有幺叔他们都没有吃过，我们在攀枝花的时候已经吃了很多了。这个是绿铜菌吗？对。这个红的嘞？都是盐。这是杂菌啊，这还有大家好吃啊，啥子都有。是我觉得牛肝菌超市更好吃一些。来吧，买点吧，吃的嘛。啊，这是大脚菇吗？哎呀，这有两朵大脚菇的嘛。这个买回去，今天晚上就把它拿来做了，因为这个不能放这个新鲜的菌子。这两天选的基本上出来都是杂菌啊。啊，集中没买到这回，集中别个买了，晚了一波。这个菌子它防不到好多。放了别的，明天绝对没问题的。啊，你拿的嘛，你先拿的。哎，这有集中，这有集中。哎呀，这集中怎么卖？啊，这个对，这个集中75一斤，帮我称一下嘛。这刚才那个集中买完了，好像又买了。集中那个还是我吗？啊，那你不买是吧？来，我扫你。刚才60的集中没买，现在买了个70的集中。你们是彝族的吗，大姐？啊，彝族的。我看你们那个戴头巾，我觉得应该是彝族的，应该是。这杂菌是买一包嘛？是买一包杂菌回去。大姐说这个菌很好吃，我们决定再买一点。是啊是啊。我们买了一包红塔菌，买了一包鸡枞，买了一包杂菌，一共是花了130块钱哈、啊。我觉得现在的就除了鸡枞贵一点，其他的都还好。而且现在的菌子的话，比前一个月要便宜了很多。小鱼宝贝，哎呀，乖乖哟，妈妈想死你了，宝贝儿。哎呀，妈妈昨天晚上回来的时候，你都睡着了，知不知道？嗯，给你盖个章哈。妈妈回来陪你过节了，乖乖。这里一件一件的然后有好多开过了，里面全部都是蛋白质，然后这些还是好的，就把这些拿来吃了，然后都坏都坏了，可能有这么多，就是蘑菇嘛，它新鲜的就是不能放。这个先把它泡一下那种，哎呀，他怕里头有虫子哦。哎，给它撒点盐巴去，先把它毒消掉那种，它有或者有虫子，它就不熟。今天这个火腿切的也好看，味那个味道闻起来也香得很。这个鸡枞买的时候是包包儿，然后等到我们弄了之后，这鸡枞都开了。火腿蒸鸡枞的话，朋友们估计看我们弄都已经弄腻了，但是爸爸啊、妈妈还有幺叔啊，他们都还没有吃过，所以说回来一定要弄一遍，真的很好吃。我都吃过的了，在攀枝花里头我去吃个汤的味道。哦，我想起来想起了，爸爸在攀枝花来过的嘛。虽然说我们的鸡枞不多，你看撕起来还是有一盆盆。要是，哎，烧火去了。老规矩，把那个火腿把它撒在蘑菇里头。要见树亲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妈妈好可惜哦。我上次看到评论才让我们把好东西拿来丢了。其实我们在云南的时候早就吃过那个见树亲了，晓得吗？这是我们认不到，好吃得很呀，你说。再放点蒜片，放点姜丝。这次的菌子真是损失惨重啊。好多都过了，这个要当时捡来就当时吃，过夜这个。这个就是过夜了，不过还好，还有滴点还可以吃，还将就可以吃。这么多火腿啊！这里还有一盆盆。现在我是口口欲言也好了，现在我媳妇经常做饭给我吃的。就凭啥子原来？都好吃的，好吃好吃好吃。打人民币加什么？没得问题，钱不重要的。我发的支付都是干活都吃饭，我还不吃的。我现在我要轻松，终于轮不到我吃饭了。哎，我带人去了啊。妈。哎，我去带人个。把所有的一切准备工作做好了之后，把这个下锅。哎呀。你看我，你拿了这么多吗？过了那么多。锅盖打开。哇，太香了，香喷喷的。工作
冷放钱玩不？哎，把冬菜拌一下不？好吃好吃，把这葱头拌一下走。这个蘑菇块多放点油哦。翻过去。一定要多放一点蒜，来爆香。哇塞，这个一炒的话，又是一大股香气，飘到鼻子里面的，爱馋。一般加薄荷，一般不加薄荷，因为我们不太吃习惯薄荷的味道。今天这个炒蘑菇做了两个口味，一个加了薄荷，一个没有加薄荷。